我们玩一般的训练模式，先跑个流程熟悉一下好了，新训好不好？不然真的太母汤了，有点扯欸。好，一开始哇，这个就丰盛了，丰盛了。好，不要再作死了。他这个直接给22发，真的佛心来着啦。流程跑一跑，这样会好打一点。我倒想看最后会怎样。你看，他直接开包给你这么多，哦，刚刚那一般模式根本是在干嘛？克难哦，嗨，你好。哦，那他这个地方给的东西还是一样的哦，还是一样的，他这边给的东西还是一样的。22发，保证你很快就用完了，总比刚刚只给几发好吧？总比刚刚只给那一点点吧？对不对？咬屁哟，躲开！哎、欸、啊，这边就只有一只哦，佛心大喷发，只给一只，有没有？给一只而已。刚刚一般模式是直接三只跑出来啊，好，挺佛的哦。哎、欸，我哪吗？哦有，有小门可以直接走进去。直闯大厅，你看这边又给这个了，我觉得闪光弹很重要。修换杯，修换杯，烧到我都看不清楚了。马上掉包！一样两只，快跑快跑快跑！嫩，他是谁？谁是谁？牢房大厅。哦，你刚刚说右边那个小门，我知道啊。可是那个时候我有看到，但是我已经被逼到绝路了。你讲的应该是那个门自动打开嘛，对不对？然后，但是我想绕回去的时候，我已经被僵尸推到里面去了，来不及了。我有看到啦，但是刚刚那个状况我没办法回去啊，已经被包的跟什么一样了，你要怎么走回去啊？整个被往内拉，逃不了啊！你说那个侧面我知道啊，我有看到，只是我没讲而已啦。哎呀，这边的前面白僵尸不见了。简单模式变这样子啊，
白僵尸消失。好，绕路就好了。哦，轻松好多哦，差太多了吧？真的差很多欸。那这边应该也是两只吧？我觉得等一下前面走到的狗狗应该会变少。果然。狗来了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一只而已，应该不止一只哦。两只？哎，就两只啊？这么佛心？可以。有佛刀？喂！哇，会跳 blanking 呢、欸？这么屌、哦？马上 blanking 给你啊！躲开！喂喂喂喂喂！我想要把那个杀死看会给什么、啊？给我一点时间！哦，恶心！我要捡包包啊！给我捡一下吗？啊，要死哦！奇怪，为什么钥匙会在他身上啊？给你一点时间被咬啊！别咬我啊！人家是女生呢、欸。哎、欸，所以说那边打死给一把钥匙啊，这个打死给什么？一样是一把钥匙，两把钥匙有什么作用啊？给那么多钥匙干嘛？难道说这个开门有别的地方可以解锁？好像不止这地方可以解锁、哦。我来看一下，我们刚刚在这个上面吧。哎、欸，不是，这是哪里啊？哦，后面啊，我们刚刚没有到上面警察局。啊，算了，不管了。红色药草。这边打开了嘛？那时候才发现。这边居然一只。原来这里可以直接避战哦。能避战当然避啊。哦，钥匙这边可以开。让你避开没必要的僵尸群，所以说那只白色僵尸是一定要打的啊！我过了。哎，局长的女儿跟这个班是恋人啊，结束了。